啊！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期嘅節目。我而家咧，我就喺南寧去到無锡嘅路上。大家睇到未？一出咗市區嘅話，就好多嗰啲幽靈啊！但係唔算好高，但係其實如果你話散坪嘅話，其實都有啲難度嘅。咁南寧市區同無锡之間咧，就係有10多公里咁樣嘅山坡隔住嘅。咁兩頭咧都係平原嘅。咁而家吳軒咧發展好快嘅，城市化嘅速度真係好快嘅。但係因為10多公里嘅山坡隔住呢，可能同南寧市區連成一片嘅可能性咧就好細啊，就係、比較難度比較高啊。其實我新企嘅位置咧，其實如果係平原嘅話，南寧早已經係啲開發㗎啦，但係冇辦法，都係山比較多。其實喺現實當中睇嘅山咧，比喺視頻拍到嘅要高嘅，要大啲嘅，可能散坪嘅，所以只能喺無锡嗰邊發展噶啦。咁城市大道兩邊咧都有少少平地嘅，但係太窄啦，都係1公里左右，太窄啦，只能夠喺無锡比較平呢個平原發展噶啦。咁南寧嘅話，目前咧同五塘同蒲廟係連成一片嘅，但係同武鸣嘅話就係一樣有幾公里嘅山隔住嘅，同金陵潭落嘅話係基本上連住一片，但係嗰邊係上游嘅，係雍江嘅上游，冇辦法大規模咁發展嘅。無锡嘅話在地理位置都比較好啊，因為佢向住北部灣嘅，就係離出海嘅話比較近啲嘅，而且佢有飛機場嘅。不過無锡嘅話就係相對武鸣嘅話，啲山就冇咁高嘅。比較細啲嘅，而且路邊嘅話，路邊嘅話佢仲有少少平地可以起啲屋嘅，但係無名嘅話兩邊真係都係山。你眼內柔情多多，急需我的援助，一直那身軀也不寧坐，在心底竟只想這樣那樣，用盡那甜言和我不可，你我是何生疏？偏于我身旁坐，热烫的呼吸会起灾祸。但愿你想想想，今晚睡个思索，应该更自律自重，忧想太多。加一些真的关心，减去些傻念，令你倾侧身躯再懂安坐。剩一点小暖火，请你剩有情。把洒脱情怀除去如何？加一些真的关心，减去些傻念，就是你给的最好帮助。慢慢开心开始这美丽故事，若未会依规则，爱莫能助。身躯也不宁坐，在心底竟只想这样那样，用尽那甜言和我不可。你我是何生疏？偏于我身旁坐，热烫的呼吸会起灾祸。但愿你想想想，今晚睡个思索，应该更自律自重，忧想太多。加一些真的关心，减去些傻念，令你倾侧身躯再懂安坐。剩一点小暖火，请你剩友情，把洒脱情怀除去如何？加一些真的关心，减去些傻念，就是你给的最好帮助。慢慢开心开始这美丽故事，又未会依规则，爱莫能助。加一些真的关心，减去些傻念，令你倾侧身躯再懂安坐。小暖火，请你剩友情，把洒脱